大家都一样啦，不管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想的是谁，我觉得在欠钱的日子其实真的都很不好受。那我也相信大家都是赶快就是想办法赶快把这个债务把它还清，这是初衷。然后每天那个压力，我相信他们也是非常的痛苦。对，那虽然我现在有比较没那么痛苦，但我觉得我能够体会他们当就是现在这种心情，充分利用。那债务方面应该算顺利吧？就是，当然是希望越来越少啦。对，但还好现在剩下多少？就比别人少很多。别人是指。身边有一些人是蛮多的，那你最近有两个都蛮多的，对，都比他们两个少，少。但我不希望演艺圈再有这个欠的比我们多的人再出现了，因为你算是一个正能量代表，就是你有撑过来走过来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啦，不管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想的是谁，我觉得在欠钱的日子其实真的都很不好受。那我也相信大家都是赶快就是想办法赶快把这个债务把它还清，这是初衷。然后每天那个压力，我相信他们也是非常的痛苦。对，那虽然我现在有比较没那么痛苦，但我觉得我能够体会他们当就是现在这种心情。可以透露债务还剩多少？因为救不了，没办法。少于八了吗？差不多，因为其实这一波的疫情对很多人的这个生活都有影响到。那当然我的债主都是自己的朋友嘛，那也有很多人是受了这一波疫情影响，然后也就是希望能够尽快还他们。那当然在这个部分要很多的怎么讲。要去跟人家谈说啊，那个我可能要去安排，还是要希望就是说我们说出来的就是一定要去做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